上好，我没有开那个，今天就这么直播，开一会儿。谢谢元宝，准备开一会儿，然后去整理行李。谢谢元宝，谢谢元宝，是你卡了，你可以退出，再点试试看。如果真卡的话，我也没有办法。谢谢元宝。早点休息，这个七天一夜，反正尽量吧。谢谢应援帮，谢谢巧克力。那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网的问题吧。你是？谢谢奶茶。不是，你是？谢谢应援帮。打气球哦，那个气球没有打，谢谢球。因为我看那个人就是 ，no， 别人就是一枪一个，真很厉害哦。天一，然后就没去玩。我觉得我要是连一个都没打中，那才尴尬。谢谢应援棒，谢谢应援棒。今天晚上吃了什么？因为我没有玩过那个枪，打枪射箭的话倒还行。谢谢应援棒，但是射箭那个太近了，都是小朋友在玩。都是小朋友玩，如果我上去玩，要是没有玩好，那岂不是很没有面子？变了。谢谢元宝。今天又去吃了寿喜锅，哦，今天吃了好多，我今天真的，谢谢一蝶。是这个吗？不，我觉得他的礼物不是太适合我，真的很幼稚那礼物，所以我没有什么动力去玩。对，我连吃两天寿喜锅，近阶段我不想再吃寿喜锅了。但是今天吃的那寿喜锅，它可以自己做奶茶，然后我自己给自己调了一杯奶茶，谢谢，也不是玩偶吧，就是那种很那个叫什么，谢谢，就是小朋友玩的那种，谢谢奶茶。啊，对，就是那个寿喜锅，是的，你们怎么知道？你才小肚子才会起来，我现在很瘦，我现在，呸，这句话怎么感觉不太对呢？我现在很瘦弱，谢谢巧克力，然后我要吃胖，对吧？对。笑什么笑？不准笑，给我停止笑。我没有不对劲，我只是改一下我说话方式，我怕别人误会，懂吗？什么？这不是反，这反应快不行吗？对吧？在纠正自己的错误，对吗？这不行吗？不会扎着手的，你的手别整出腱鞘炎了啊！看你们太差了，都没有我这反应快。对，要多活动一下。谢谢奶茶，谢谢应援棒，谢谢玫瑰花，谢谢应援棒。换一个话题，谢谢巧克力，谢谢奶茶。那我昨天收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来着？这个玩意儿，这是什么东西？说我因为不能吃鸡，所以送了我一个鸡吗？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谢谢应援棒。对啊，我在这团八年，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这种，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我有个问号，就真的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真的，这是最主要是口口一觉得可爱。头一，你在干嘛呢？我想把这鸡打你头上。他昨天说这个鸡可爱，特别是这个小鸡可爱，就是有点丑。可爱怎么还丑？收纳灵感。我完成了，漂亮吗？哎呦，我怎么打过它来？就那是母鸡了，那不是公鸡吗？公鸡有这个，我也不知道，没养过。就这个是小鸡，
要记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就我吃不到对吧，吃不到就只能看着，这没有声音，还有声音呢，我捏一下，没有声音，星星笑了，我没做美甲，透明的，星星笑了，诶，好像没有声音啊，他头可以，啊，他头不能，他可，诶，他可以这样子，没有声音。然后我不太懂，我真的不太，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放哪儿比较好。没有卡、啊。谢谢音乐宝。笑死我了，这放床头也就算了，就放这儿看着吧，我觉得做装饰品蛮不错的，谢谢皇冠。就我八年来都没有。哎，回去给我家狗，估计我家狗以为这什么玩意，就从来都没有，就是收到这种好玩的东西。我们应该先放着。睡了。放门口，辟邪。不如开门。现在，我们挂掉。真假的可以这样。电话。谢谢皇冠。你问我，我哪知道。孵蛋的姿势，拜拜。不懂，明天很早出发呀、啊，对啊，还行吧。我要先挂。放个喇叭。好，应该不能叫起床，他要叫起床，我要把他声带给卡，弄掉。想玩一个这个，上次买的都没有玩。好了，现在好了。好像粘住了这个泡泡。好了。对啊，那是公鸡吧，那不是母鸡吧，谢谢玫瑰花。我今天去吃啊，我这个要出来了。哎，明天直播吗？明天可能不直播，明天我要去医院。就是平常日常交流的哈，差不多。什么？差不多。什么？我刚刚说什么东西没有吧？我要吹这个泡泡。吹不出来。要吹。什么？要我要吹这个泡泡。哎，我刚刚说了什么？我忘了。多捏捏，好像我最近肺活量不够哎。平时一零一就是这么交流的哈。少弄点太多了吗？哎，你们很懂哎。毕竟我不会玩这种幼稚的东西，所以我不太懂这些。然后我还想知道，不是上海本地的，怎么拥有？泡泡胶。嗯。哎哎，吹了一个泡泡出来。哎，弄在手上了。这个。对，我小时候也玩过，所以看到的时候其实还蛮想玩一下，因为以前小时候经常会玩这个东西，虽然很幼稚。我是研究过生命医疗保险这个东西。吹不大，就吹成这样。你要吹那么大干嘛？放头进去啊！嗯，你得白白随便弄弄嘛，好了，就玩玩。你要吹那么大干嘛？比赛呢你？对吧？所以这个吹完了呢，之后呢，我也不知道干嘛。谢谢奶茶。他为什么会？他为什么会那个飞起来？到握手会来报告，没问题呀。好的。那，
什么？可以把那只鸡放其他地方？为什么不能放这块地方了？他看着你。哎，你们有看过那个动画片吗？就是十二生肖。谢谢叶蝶。就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动画片，十二生肖，然后每一年不有十二个动物，每一年都要和一个怪兽打架，然后都死了，为了应该不是，都是牺牲了自己。最主要这部动画片最后一集不是还剩一只猪吗？对，还剩那只猪。你知道那个主人怎么说？哎，是男主还是什么？哎，他说反正意思就是说每年他们都知道每年就是要谢谢音乐棒。对，他没有活到最后，他说了每一年都要死一只动物，是不是今年他死了他就能够就这些东西都没有，就是好像怎么说那些怪兽就以后就再也不会困扰人了，然后好像就这个，然后结果好像是那个男主是把他杀了吗还是什么，我忘了。我当时就觉得这部动画好恐怖，我以前就觉得这部动画特别恐怖。烤乳猪了，最后变成烤乳猪。对，我就觉得猴子很惨，谢谢姻缘棒，就最后都画没了。因为我是属猴的，就以前那个感觉好恐怖啊，像黑童话一样，蛇也很惨。我当然属猴啦，谢谢玫瑰花。其他我不太记得了。黑猫警长一个厂，一个谢谢奶茶，谢谢玫瑰花。什么叫看得出来我属猴？不要在意那只鸡好不好，遮一下。我没有看过太阳之子，谢谢玫瑰花。什么鸭子侦探？鸭子侦探以前也是，但是我没怎么仔细看，因为我觉得太恐怖了，特别是他那眼睛。谢谢元宝，谢谢巧克力，谢谢奶茶。对，我今天要说我那个奶茶，我里面放了什么东西来着？哦，还有水果，但是有荔枝和火龙果，但是我没有吃到荔枝，被人抢先一步。谢谢夜蝶，谢谢元宝。有一个人，这么一盘全是荔枝。在那里咔哧咔哧，那也不是咔哧，就但我也不能吃荔枝。其实谢谢巧克力，因为它属于热性的吧水果。然后火龙果我也不能吃，吃点葡萄什么那种还能够上火。那我今天去的时候，我是让聪聪和他们聪聪和甜甜先去的嘛，因为我要拍那声线，我在后面拍，比他们晚一点。谢谢巧克力。然后他们先去，先占位子，我后面我自己去的。到那儿他们已经吃了有一会儿吧，吃了一段时间，我又继续吃，我吃了好多盘肉啊。今天白色火龙果是红色火龙果，红色的火龙果啊。最搞笑的你知道小爱说什么吗？因为也没事，这个合照我是跟那个林科一起拍的，我们两人那个表情你们知道，我们俩那表情就是没有表情。笑死了。我在翻看那个就是图嘛，哎，这个也不好说，就很搞笑，我们两个人表情是一样的。谁进进啊、哦、谁呀、啊、进啊，直接进。嗯，对。哎，你们怎么知道是独眼？在他在苏俊兰。不是，我也不知道。尴尬了。哦，你要不过来。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你不是化了妆吗？你怕什么呢？来吧，虽然我这里有一点点乱。嗯。这是我们队的后辈。他发图了。哎，他发图了，他在哪里发？我怎么没看到？我打码不打码，那意思还是要打一下意思一下呗。环境也乱。好的。因为我在思考这个衣服其实也没什么区别，说实话，对吧？因为这个衣服都穿过了，的确也没什么好打不打的这一件事。气球是什么？气球打气球干嘛？我今天哦，那个我没玩那个东西，因为也不是一定说想玩，就不是特别想玩，太多小朋友了，所以不想去玩。谢谢远方。对，我是在看，我跟天天两人在看，就看有什么礼物，就是有什么不是礼物，有什么奖品比较好就玩，奖品不咋的就。那一看别人怎么玩，别人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咔嚓哐咔嚓哐。玩了也就那样吧，反正我没有玩过，不过的确是蛮想去玩的。我明天当然要早起啊，我东西还没有理呢，其实。对，下次还是要去射箭馆。谢谢玫瑰花。明天几点出发干嘛呢？你还叫醒我呢，早上。你要知道，你早上还叫我起床呢。来得及理啊，也没什么东西要理啊，就把平时要用的衣服，然后要穿的东西放进去不就行了嘛？对吧？对啊，你要送我吗？谢谢皇冠，你要。叫我起床，那我会骂你。我这人有起床有起床气，我以前好像起床气还蛮严重的，现在好像好一点。特别是夏天，因为天气闷热。谢谢应援棒，后面我就知道了，装也要装出来。太难了，谢谢奶茶。干嘛呢？谢谢巧克力，谢谢芋圆棒。而且我早上，我以前，谢谢巧克力，以前应该是因为要去学习吧，就是上课。早上起来，然后就很早很早，五六点那个时候就很生气，不想练早功，但是吧还是要得起来。谢谢你们，到后面来就已经哎算了，起来吧，就这样子吧，没有什么心情再去管其他的事情了。谢谢巧克力。怎样发脾气？其实我不是发脾气，早上起床气就是就不说话呗。谢谢。巧克力，不过早上一般都不说话吧，对，就不会主动去说话。谢谢巧克力，等慢慢点就好了。对，发呆这种，瞪人倒也不至于，你去瞪谁呢？除非是仇人，那会瞪。平时呢也不至于去瞪别人吧，对吧？你是说领口拉一下的？我想说，我领口拉不拉都没什么，我都不急，皇帝不急太监急。我很了解我自己，懂吗？我比你们了解我自己各个方面。不要担心。我开始什么？我没开始什么。你懂什么？太直接了，什么太直接了？
我没有放飞，你这一点都太差了，就是夏天不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吗？你们好差呀，像我这么保守的人我都能够接受。太差了，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从来都不担心这种问题的，因为我想漏都漏不出来啥。真的，我从来就不担心这个。最主要是真的。我没有爆破自己，实话实说就是。对，我要跟那个今天我们三个人吃东西的时候还提到什么东西啊，哦，说什么瘦也是就是就是体重瘦啊，就是然后甜甜说了一句什么，甜淑丽说了一句什么，就是吃不胖，然后很烦恼吃不胖，然后我们两个人，哦，我们三个人坐在那一桌，其实也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们都明白我们没有任何感觉，然后匆匆说如果边上坐了一个胖子的话肯定要气死，然后说我们三个人都一样的感受，的确只有我们三个人在那里吃东西，哦，也不是吃东西，只要我们三个人在那边讲到什么就是吃不胖啊什么什么胖不了啊，就不会有人出来说就是会说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心里的确是我们都是在想是的，都认同。他看了我，我说的确我说了很多，很明显嘛，说实话我自己看因为我不太明显，你是得要哭出声来了，瞬间你我也觉得你是得哭，不是我说你就而且对他说我就是最近瘦了很多，我就告诉他我说是可能，他说应该就是手术完了之后，我就毕竟要吸收很多嘛，然后来不及这样那样的，而且一直在也不是说一直在工作吧，就是没停下来过，好像之前一直都对亏损了蛮多的，我现在就91斤，我之前还100斤呢，这一下子亏损太多了，我觉得谢谢奶茶。所以的确就是先补也一时也补不回来吧，反正慢慢补了这东西，谢谢奶茶。对啊，就不跳舞为什么还会这样子，我也跳啊，但是没有像之前那样子的，我也不太懂为什么会这样，谢谢叶蝶。可能我觉得还是因为我记得我手术完了之后那两周我在家里休息的，然后每天吃喝啊什么的就是很规律嘛，虽然我现在也规律啊，但是肯定没有家里那么规律，就是没有那前两周那么规律，然后之后去武汉的时候可能就感觉人就有点那一天就是特别精疲力尽巡演那个，但是没有办法就是不能再往后拖了这个事情，所以得那个时候，我可能觉得还是后面其实还是再得养两周，但是没有办法就还是先工作吧，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因为的确之前的那前两周我养的还蛮好的，就也没瘦，之后才瘦的，真的是谢谢奶茶。是大概到5月底这一个月开始瘦的，刚手术完的时候其实还是98、99这样子，谢谢应援棒，多喝汤，谢谢应援棒。对，恢复期也的确是没有办法，你总不能不上班吧？就一直断断续续，最主要是断断续续的上班这样那样的事情。对，武汉的时候我有98这样，99，那时候还是就是正常的体重，
因为之前我有100、102这样子，的确是瘦了很多，跟我之前我那个腰，我穿那裤子就变了很大了，裤子都很大了，都要用皮带了，要多扣一个那个圈圈。对，这一个月瘦了7、8斤，你们说说看，我也不知道为啥瘦了。现在跳人鱼会不会好点？为什么要跳人鱼？虽然我以前有跳过，人鱼的话还是可以跳，人鱼又不用什么来着，只要唱。哦，你说的人鱼是那个人鱼，我懂了，就是那个衣服，对吧？我还以为是穿人鱼的衣服，有毒。那肯定还是不行，我觉得，因为那件衣服本来是1.6米的成员穿的，就是真的很小，真的很小很小。但那衣服应该不在了。那我如果穿聪聪的和甜甜的衣服，我应该还是不行，因为骨架还在那儿。谢谢应援棒。对，那是单三的，单三是真的很瘦啊。我不是小骨架，我上身是小骨架吧，应该。但是我买衣服的话，我上面肯定是要买 S 号或 XS 号，然后下面的话我肯定是要买看那个裙长或裤长之类的，这得看了，我这就是买裤子得要买加长版的。运动量嘛，运动量啊，我今天看了，就是我群里之前跳街舞的那个群，他们就是天天又在开始跳了嘛，发一些舞蹈，我看了之后我也好想跳，但是我跳不了，现在还不能剧烈运动，突然好想跳舞。对，我先再等等吧，因为他们有些舞就真的还蛮强烈的，我就算去的话，我肯定也不好那样子跳，慢慢跳。对，最主要是突然又很想跳舞，不知道为什么。10月，我觉得9月份差不多就好了吧，9月份就可以，正好还可以9月底的时候生日公演什么的。谢谢夜蝶。一般要养100天，那就是3个月，我现在2个月，差不多等总选过后。对，我要跳什么舞仔。我是不是想太多了？挑一个最难的。谢谢玫瑰花，我要恢复到95。我觉得也是，那个脖子不是很容易抖的吗？谢谢应援棒，谢谢奶茶，谢谢奶茶。其实我那时候也很难，我那时候跳舞蹈的时候，我最不会的就是那个脖子这一块，最不会了。River 不是很容易吗？这个 beginner 也很容易，大风也很容易，这不都我平时跳的吗？这几个都想看毒蜘蛛啊。那对，你知道吗，我们队公演出来的时候就有毒蜘蛛嘛，我可害怕了，我要紧看一下站位，我看一下是谁摸谁，我好害怕呀，真的。那我一看之后啊，不是我，谢了。真的，我一看还好不是我，好害怕呀。我怕影响就是舞蹈效果，就是懂吗？真的蛮害怕的，我不怕谁，就我怕我自己。我特地去看了一下，我就想到这个，其他的我反正也会跳，只要换一个站位就行了嘛。
过两天再开翻牌吧，我这两天就算开了我也来不及翻呀，我肯定要忙别的东西，等完了之后定定心心的可以慢慢弄，对，回来再开这东西也不急，你们可以想想要发什么再说，但我基本上我会，哦，我不想开语音的，我又不想开啊，再说吧，这事情再说，晚点再说。对，我就是想那个毒蜘蛛，我就是害怕。谢谢皇冠，因为以前的歌它不是按照就是你第几个站位就是第几个站位什么来着的，我就害怕我是那个，但还好小猪放过了我。什么叫你这话讲的？我不想回答。什么不要放过谁呀、啊？对，我害怕的是我被摸的那一个，你懂吗？你们懂吗？我害怕的是这个。但我想想不会，但是我也其实我两个都怕，我只要避开就行了，我都不要。什么？其实我很想跳我以前的位置，我记得我以前的位置是，我还记得以前的动作。就其实我要学几首歌，战歌其实我也会一点，副歌我会一点，但是主歌可能要重新搞一下。然后还有什么歌啊？参上的话其实也很简单，没有什么动作，主要就是跳。但是我觉得我前面四首歌应该不会全跳完，就是我就算到后面我可能也不一定会全上这四首歌，我可能会上前两首歌吧，我觉得是这样。谢谢元宝。对，我怕我上次看他们就是前四首看他们下来，就有的人还中途就是已经不行了下来，就感觉他们好累啊，他们都那么累了，我这才刚手术完的，我肯定不行啊。谢谢巧克力，对吧？你看看他们都已经，对啊，段奕璇都跳的那个汗都，他都不行了。再想想我自己，平时就是年纪就比别人大，就这个体力肯定不如别人啊，而且还生着病。所以我决定，要不就跳前两首，要不我跳后两首，到时候看呗。当中什么幻啊、毒蜘蛛，还有什么歌？盛夏好声音，其实我以前跳过，我好像以前也跳过那个位置，我忘记了，跳了那位置，以前跳过，反正学一下还是挺快的，这个倒没什么。然后还有什么歌来着？哦，下课铃声我倒没有跳过，我可能下课铃声不一定会跳，太幼稚了。到时候看吧。我还不知道下课铃声是什么歌，说实话，因为我没跳过这个，只有这首歌我没学过，其他倒都学过。还有坐标倒还好。童真，我记得当时去年疫情，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什么联合公演吗？好像就是下课铃声有，我当时全场我都没有学，结果我要准备学了。换回了以前的公演，对，手牵手那个，我就学了一个什么雨中钢琴师，结果我准备要开始学了，又换回来了。伴你同行，这大家都跳过，对，我只上了一场，然后雨中钢琴师，这有点太搞笑了。当时因为疫情嘛，我就没有回来，还是什么，反正我当时不太懂。就还没开始呢就已经结束了，我正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谢谢奶茶，还好我没开始。而且哎，双马尾的那一场不是吧，那是狼人杀吧。谢谢奶茶。是吗？是那一场吗？我不太记得了，谢谢奶茶。
对，狼人杀，我没有猜好吗？我是靠我的第六感，我不是猜的，我真的是靠感觉的。虽然，对吧？但是也这也是本事，你有本事你也靠你的第六感，不是猜，就是有一种也要看的呀。他们每个人说话的方式，我是说是说是看感觉，其实我也是在听啊。虽然我不太会说，但是我能够听。我看出点啥？我看出点有问题。特别是小钱，他就是他玩狼人杀的那表情，就很明白很清楚，真的，一下子就能感觉到了。说话语气，对，真的是熟的人格，但我的确也没看出来最后聪聪，我有点怀疑，但是我一直都相信聪聪，就是，但其实吧，最相信的就是狼。对，而且表情太大。刘增艳每次玩这个感觉不是狼，他也想像狼一样乱扫射的那种感觉，有一种太好玩。对，我哦，对，我八号的公演不上，八号的公演不在，不是不上。然后下次公演是什么时候啊？我听他们说下次公演好像是15号，是吧？对，15号、15、18号嘛都有吧，这两天，那我应该都在。而且我下一场公演，我是说我下场啊，我不知道是15号、18号了，忘了。今天段奕璇他在里面问谁想跳红蜜探或恶魔轮回，然后我说我想跳红蜜探，之后我们俩准备下次我们合作一次，我好像跟他还没有合作过，对，跟他跳。听说他很喜欢把红蜜探的另一个人调教，我要看看他怎么玩，我要感受一下。对，他玩得很野嘛，真的假的？我觉得应该还行吧，我觉得他应该会，他可能会对我稍微就是正常一点，对。吓人，让我一下子有感到有点一丝的紧张，玩到地上的程度是什么？打架吗？那可以打哎。打架不能输，必须。你都没见过我打过，你咋知道我打不赢？对，他正好，哎，他的位置正好是那个我一直跳的另外一个位置，第二个出来的那个人，那我也不用录音，我一直就跳那个，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换位置吗？因为我不想再去录音了。就是这么简单，谢谢一元棒。不，就算是我输了，也是我让给他，你们要知道这一点，懂吗？要先把这件事情给先说明白。其实我很想跟每个，也不是说每个，就是很想跟每个成员，也差不多就这个意思，也不是说每个成员了，就跟很多人都合作合作。因为这些 unit 其实跳了都差不多了。
就每次就是都一样的，也没什么意思，就像晚点不一样。合作，我说的是合作，真的是合作。真的是合作。看看赵老师，赵老师他不是还在内蒙吗？哦，等他回来，我也请他吃饭，因为请他吃饭，让他看一看那些，表情包。吃得下，随便吃，真的，我们也。对，我知道，天天也用我的那个什么什么，哎，那个表情包是什么来着？什么美女的事少管，很适合她。谢谢姻缘宝。现在几点了？我到9点半，9点半我下播，去整理东西。连夜买站票，站回来嘛，要从那个太远了，这也。谢谢元宝，就你叫我不要晒黑，我就能不晒黑。我觉得我肯定会被晒黑的，像我这种真的好容易被晒黑啊！谢谢元宝，谢谢元宝。我现在衣服不像无罪无，谢谢奶茶。防暑是肯定的，应该去敦煌的吧？谢谢元宝，你去那儿不去敦煌，那你去那儿干嘛呢？对吗？我肯定是想去，我最好每块地方都去一下。我最好就是在那里玩够了再回来，但也毕竟也不是玩的。哪里回来我也不知道，现在好像还没定。对，我以前有说过想去敦煌看那个什么莫高窟什么的，还有其实我很喜欢逛博物馆，但是这个肯定不会去逛博物馆了，因为要拍摄东西嘛。我自己的话其实很喜欢逛博物馆，特别是夏天，因为里面也很凉快。就以前就是刚来上海的时候就老喜欢去这种地方，去看一些就是那些以前的那些东西，古代的一些。谢谢奶茶，就虽然我也不太懂，但是还是想去看就对了。然后去以前去那个什么，哎，反正去每块地方就是总会先去找看看有没有博物馆去看一眼，虽然不懂吧，但是感觉还不错。特别是我记得以前去北京的时候，是故宫那边上那博物馆吧，我觉得好好看，不是好好看，就是就很喜欢就对了。对，就看看，感觉能够提升一下，虽然也提升不了自己什么东西吧，但是好像能够感觉还不错，感觉很厉害的样子。谢谢姻缘宝，至少对有语音导读，但是听完就忘了呀，说实话有些东西听完了真的忘了，对吧？说实话你听完你能记住吗？除非你背诵它。谢谢姻缘宝。我之前以前好久那一天还在跟温温讲，就是以前去北京，就是我们头两年去北京外务，经常去北京外务，那前几年2015、2016年的时候吧，还是2014、2014年好像还没有，2015、2016年的时候可能去北京，我们住了一个很恐怖的算是民宿吧，说不上来，反正不是酒店就对了。我不知道以前好像有说过这个事情，但是好久以前说了也是。对，就很恐怖，那个
那房间我们四个人住，他可孙瑞温温还有我，我们四个人，因为还大 C 他们好像在其他的一个房间吧。哇，那个房间就两个，那个算是民宿吧，反正不是酒店就对了。进去很恐怖哎，就是什么，他的那些家具都很，不能说是复古，就是很旧，说不上来。特别是就是他里面，我不知道他们有几个卫生间了，他们我因为我已经不记得了。然后温温说有两个卫生间，然后有两个卧室嘛，一个卧室是很深的，就真的很深，就是一进门进去，这里一进门进去，然后这一块就很深，这一块长条的长方形的，然后一个床在最那边靠着那边墙，然后高度也很高，它是能够就是像如果你弄双层的复式它都能够，对，那边窗户我已经不太记得，但是很阴森。然后那时候就是两个人睡一屋嘛，两个人睡一屋，然后当时因为我们跟 Taco 可能就是一期生嘛，就不是特别的熟，我们三个人会比较熟一点，然后我们三个人就然后 Taco 就说没事，你们三个人可以一起睡，我可以一个人睡嘛。然后当时我们三个人其实也怕，最主要我们三个人是怕，然后我不知道 Taco 他怕不怕，但是他既然这么说了，然后我们三个人就抱团取暖嘛。我们在另一个小房间呢，也不是很小来的，也还行，但是它有两个床吧，两个床把它拼在一起，我们三个人睡在那一张床上。我们三人真太差了，真的。就是最搞笑的，这不是睡觉的这个问题啊，最搞笑的是我们三个人，就先不说他过了，因为他真的太勇敢了，换我这肯定不行啊，就换我真的不行。就我们三个人，你们知道吗？我们连上厕所、洗澡都要在一起，真的，那个厕所卫生间啊，就像，就也很恐怖，像鬼片里面的那种卫生间一样，懂吗？那个镜子反正蛮大的，就是你里面有镜子，外面还有镜子，我不太懂那个镜子还会为什么外面还会有镜子，就是你洗澡还能说不上来，反正这东西，谢谢你的皇冠。然后我们就洗澡上厕所，全部要有人在里面陪着，是真的，我们三个人连洗澡都要陪着洗澡。你知道我们怎么洗澡？一个人在里面洗澡，另一个人坐在外面，就是另外两个人，一个坐在马桶上，就是把那马桶盖先放着，坐在马桶上，另一个人在那洗手台，真的是这样，谢谢皇冠，真的是这样洗的，我们三个人轮流这样的，而且连上厕所也是不欣赏，我们那时候还哪有心情欣赏这件事情，对，一定要说话，而且一定要说话，不允许不说话，谢谢皇冠。那时候没有心情去管啊什么看看不看这件事情啊，就很恐怖哎。因为当时说那个门一进去的话，就是开那个房间门一进去就有一个椅子，然后有谁说啊，温温说有个椅子，然后大 C 他们那屋里面他说没有椅子，谢谢皇冠，你是怕了吗？他说没有椅子，然后温温说有椅子，就反正就是，结果一看好像是真没椅子，还是真有椅子，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对这个事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了，还是那天温温重新又说了一遍，我这个人记性比较差，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住那种地方，然后最主要是大 C 他们已经就有点受不了嘛，然后就去就是外面重新自己去开了一个房间住了。就我们三个人最搞笑的是三个人睡那个三个人睡一起嘛，反正不是我睡中间，对，我忘记谁，温温吧睡在中间，因为他说他还起来开了一个门，然后说还好像说想起来开门，也不知道是外面到底有人还没有人这件事情，谢谢一点。温温在中间，好像我记得，我好像是在最外面的那个，哎，好像吧，忘记了，反正蛮恐怖的，这是我住过最恐怖的一个地方。谢谢皇冠，其他的倒还行，谢谢音乐棒。
不是，他睡在中间，因为他记得很清楚，他爬起来的，从我们身体上爬出去。对于那种老房子就很悬。好了，不讲了不讲了，这个事情就只是说明我们三个人胆子很小，他哥的胆子真的很大。最主要当时没有跟他一起睡呢，是因为我们三个人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的一二期生，就是这个上面辈分我们分得很清，就是会比较尊重前辈啊什么什么之类，就不太会去那个，还没有那样就是像现在一样就是玩得很嗨啊，玩得很野的这种。对，现在已经没有前后辈了，我们那时候就是还蛮那个，坐过山车和这个不冲突呀。对，现在就真的就以前这个上面就是还就是看到前辈还是会，但那时候应该不会再叫前辈了吧，顶多就是，但是还是会很尊重这样，谢谢应援棒。对，比较注重这些东西，然后可能会有一点点，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那个，对，那个时候还是就是之前的一个助理带着我们的，就是之前的就是好久好久之前，就是现在早就不在的那一些人，我们那时候管的比较严，然后连发微博都要给助理看，让他通过才能发，不然你不能发。谢谢玫瑰花。对，之前规矩会很多很多，谢谢音乐保险员。而且就是你发微博你还不能只发一个表情包，你看我现在发的东西哎很随意对吧，以前不行的，以前你必须要发，哇今天我好开心哦，今天我又怎么怎么着了，哇这个世界很美好，就天天要发这些东西，也不是天天要发，就是一定要这样子发，说哇我会努力的，今什么什么好棒怎么怎么样加油，真的是这样子。对，必须要这样。你不能说哇今天一般我现在会怎么发我忘记了，我现在会怎么发，我现在都发开心快乐晚上好，发一个图一个笑脸。对，还有歌词或者，对，那时候特别是你的造型要是没有做好啊，也不是要是没有做好，你造型是日本的那个发型师造型师给你做的嘛，其实做的跟鬼一样的，就是很可怕的，你要做成不均匀的发型了，他会跟你说卡哇伊，哇哦卡哇伊，然后我的表情就这样，我能说什么呢，而且那时候还不能够就是说啊我觉得这个不好看是不是能不能改，他说不行，他说ダメ，他说卡哇伊，我也不太懂。对，而且化妆也是，对，他会叫我米莱酱，然后他每次叫我我不想去，那时候我从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要自己做发型，自从那造型师回去了回家了之后，我终于可以永远的自己做造型了，所以养成了我现在自己给自己做造型的一个好习惯。对，自从给自己做造型了之后，我觉得我有如换了一个头一样，真的换了一个头。对，我现在都是自己做的，但也是可以，就是假如难的话，就是难比较难做的也没什么难的，会找那个发型师，现在发型师其实做的跟我做的也差不多，但是我有时候懒，我想自己全部快点搞一搞，因为有时候要排队啊什么，人太多我急啊，对吧，你想想我那以前的那个造型真的绝了，他还说卡哇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我就想说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咽在嘴里面，真的
最主要他一直盯着你卡哇伊，我不太懂卡哇在哪儿了。而且那时候还给我们上化妆课，说实话那化妆课我都没上明白，感觉就一堆东西往脸上涂，往里面啪啪啪这样子涂，也不知道画的啥东西。那时候连眉毛也不画，嘴唇们也不涂，脸们就涂一个隔离，眼线们也不画，睫毛更别讲了，也不知道涂的什么东西，眼影也不知道涂的什么，像没画一样。对，还涂腮红，对，那时候偏要涂腮红，我现在从来都不涂腮红，后来怎么会的，自己学会的，等他们走了之后自己研究了一番。我要被，因为我实在受不了我自己了，我觉得我这样下去不行啊，然后我自己改，自己对自己重新研究了一番，我感觉我又换了一个头一样。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了，原来化妆真的可以换头。真的很可怕。吓人，真的是。就以前吧，也有以前的好，但是吧，时代在进步，对吧？不能再那样土了。我从一几年开始，一七年的时候好像开始，一七年的时候开始化，能正常化妆了，就是估计16年不知道化什么玩意儿，16年还好，反正14、15年跟鬼一样。对，那个时候算是能看的，17年，15年估计真的14、15年不行了，对，我要收拾行李了，那差不多了。反正再说吧，反正各位再见。